为查甫拢爱上车，自细汉就安尼，但是爸母拢足烦恼，因为今日大汉了，伊赛车吼，也呐也啊嘣会弄到。所以吼、哦，生理人真的有够巧，所以有生理人就想讲，既然大家见你遐惊弄车，不如呢，我来设计一种物件，和大家底下弄一个较欢喜的安尼，哦，结果囡仔有够爱玩，叫做碰碰车，哈，怎啊用一个范围，大家底下小弄，随在你弄，随在你弄，吼、哦。 啊！出去外面毋通沟通啊！啊，碰碰车，碰碰车，婚姻吼、哦，都、就是碰碰车。哦、婚姻哦，都、就是每一个人的情绪，伫一个家庭的内面，真直接，伫遐啊，嘣嘣嘣。所以莫怪熊熊会怎完结。啊，有人讲婚姻就是安尼，婚姻就是头一年吼、哦，查甫因尼吼，拢通常查甫对查某。 所以头一年哦、喔，查甫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因为哦、喔，伊对因太太足济情话绵绵啦，拢要讲哦啊，喔、啊对即个太太，一个就有感觉，所以头一年查甫一直讲，啊查某囡仔在听。第二年换查某开始讲，但是差不多拢在念，啊换查甫听，好啊，卖个念啊，好啊，啊是无一定在念，太太在讲，老公老公我跟你说，嗯啊哦，查某讲查甫听。第三年呢？ 两个做伙讲，啊，上欲听，厝边隔壁也听，听好无？哦，啊，这个是婚姻，啊，婚姻就是碰碰车，婚姻就是讲，因为两个人生活做伙吼，共、哦、一个厝边顶，所以一定要足侪足侪即个情绪呢，拢伫即个家庭个内面呢，用正直接，互对方全接受到，啊，所以婚姻你若白想处理情绪吼，即、这个婚姻要维持。 非常的困难。你若认真嚟讲，咱你讲婚姻足困难，足困难，足困难。你若问讲，多一个上困难哦。安尼我感觉讲婚姻上困难，都、就是即、這个要安阿接受对方的情绪，即、這个上困难。尤其对华人，因为咱华人基本上咱有一个足大的一个困扰。咱即个华人的困扰，就是，咱自细汉加大汉哦，咱的情绪呢，拢去互控制。 安、啊、怎控制？著、就是若有人生气，你心情多歹。即著是咱的文化，咱的文化内面，咱的情绪是集体，集体情绪。所以呢，一个人若心情歹吼，规个办公室个气氛会足差。那我倒解开讲，你心情歹，恁兜个代志，我心情好啊。啊，咱无多。若有一个人心情歹，咱著开始逐个紧张电诶，即、欸、怎是安怎。 伊是毋是咧生气啊？啊，即种文化对对开始家庭家庭自细汉，爸爸若咧生气，村嘘规间厝内点点点，大家拢惊到要死去。吼、哦，啊若有囡仔搁底咧走落去，妈不要走啦，爸爸生气啦。吼、哦，因为咱只有温存一个家庭，一摆会当一个亲属呢。吼、哦，伫一经出来，刚才当有一个亲属呢。啊，看甚么人较大。 咱以诶情绪为主，啊，啥物人较多，啊，都爸爸较多，所以爸爸若欢喜，哦，大家拢足轻松的；啊，爸爸若心情歹，大家拢爱足紧张的，带咧等。哦，啊，爸爸若无的咧呢，换妈妈做王。哦，嘿，妈妈若心情好吼、哦，大家就较轻松；啊，妈妈若心情歹吼，嘿、哦，这剁菜剁作大声，哦，炒菜咧真是炒作大 A，大家就知影讲该死啊。哦，大家知影讲配对较硬的。哦，所以。 咱拢会察言观色，你知哦。咱主事人较大，咱都著想即点诶啊。所以，若有别人的亲属啊，诶时阵，咱都毋敢表达咱诶情绪。啊，这会变安怎？这变做你结婚了,了，你即码等去厝，啊，等去厝呢，看你某离啊，心情歹，你火气著来啊。你讲谁得罪你啦？啥物人够得罪你啊？你心情歹，一日要安怎？但是你敢知影讲，这对一个太太来讲，一些是足莫名其妙呢。 啊！我因为我总是有一寡原因，我有发生一寡代志，我心情歹，我心情歹也毋是因为你，我咧生气，你即马是咧会大三岁啊！别人食米你咧发烧哦，啊！咱个文化其实著是安尼，因为咱个文化自细汉，咱著是种委屈，著是讲我无教你安怎，啊！像那爸爸心情歹，我都袂当讲话，哦，像那爸爸心情歹，妈妈著伫遐嘘嘘，啊那无错，目未出，干那目睭闹掉尼。 我、哦、一直叫你，哦，我唔敢喺中央做歪歪咧，安呢？成日安呢？因为一时爸爸，未当有人对住爸爸，哦，嗱就是皇帝嘅文化嘛，哦、皇帝上大，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冇万岁你就准备戴条须，阿婆多，嗱、啊、就关键，哦，只好，哦，大家同我哋毕恭毕敬，种文化喺家庭内边，即系见阿啲，即种文化大汉，你当然咁样讲，莫名其妙。 我今日本来心情真好，今日就猛凉，哇，肃杀之气！今日就猛凉，哥哥姐姐都，打开那个 N 幕剧，嗯，先做哦，打开那零零七，各自己看半色，看着办、哦。所以变色工一对亲属嘉宾讲，所以今日跟他断了，伊即马拖给入去一个家庭，他即马倒去偷一件代志，先看别人个面色，先看大家的脸色。 看嘛咧，今日太太，哦，太太心情好，太太心情好啊，我心情好啊，太太心情歹，无发生代志，我心情我勒开始歹，啊，咱就好，歹大生，啊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即摆心情是安怎？啊，无就话着讲，是过安怎啦？啊，是过倒位咧未爽快啊啦？啊，其实吼，咱、啊、冷静来想，啊，倒带，咱即摆拢倒带，一个太太。 淡处诶，心情正歹，伊需要虾米？伊是毋是足期待阮翁倒来诶时阵，甲他安慰？所以一日找人来，心情歹，拢敲电话互个朋友。好、啊，我今天心情很糟呢。伊就伫遐讲，伫遐讲，伫遐讲。对方会感觉无，对方袂感觉。为虾米？因为朋友之间，颠倒温存情愫。哦，你心情歹，讲互朋友听，伊会接受。啊，为虾米伊会接受？ 因为无因倒位代志，哈哈，因为甲伊无关系，所以你心情歹，我听你讲，安、哦、尼哦，好可怜哦，伊、哦、足可爱哦，哎、欸，朋友著是做种代志啦，都无你嘅代志，你著听得对啊啦吼。但是颠倒厝内人，做无即个功能，即是足奇怪吼。颠倒共一间厝内人，本来照你来讲，仔某想亲啊，我心情足无好，是毋是需要伊安慰我？一定要安慰。 较早还伯结婚的时阵哦，阿伯结婚就是朋友嘛，还伯结婚就是男女朋友嘛。较早讲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吼，马上打电话来，哈尼、啊，你安怎？心情歹，我请你吃饭，我带你去看电影，啊，想较开乐啦。都是当年咱做朋友的时阵，我的心情你都会甲我吸收，你都会甲我安慰，你都会甲我鼓励，我唔会给你骗，我唔会甲你结婚。 我毋只嫁互你，我毋只娶你。想欲交结婚了后，毋是朋友，结婚了后叫做一家人。所以伊的游戏规则变啦，你了解无？伊都变啦，因为伊自细汉甲大，伊著知影讲朋友啊，朋友著、就是啊，大家心情互相分享，哈、哦，快乐做位分享，啊，忧愁做位分担，这叫做朋友。啊，什么叫做厝的人？厝的人著、就是看甚物人是老大，哦，处的人著、就是伊上大多迄个人嘅情绪。 决定今仔日全家诶气氛，即叫做家庭。所以，当男女朋友一旦踏入了婚姻，即嘛变做阿某咱即嘛关系毋是朋友，咱即嘛关系叫做阿某咱是一家人。即嘛你是爸爸，我是妈妈，你是阿，我是某，咱怎跳倒转去，咱过去，老爸老母切换模式，咱就主动切过。切过以前，咱看到爸爸妈妈诶方式。 啊、爸爸妈妈什么方式？我都我验过啊。爸爸妈妈的方式就是，那爸爸这个爸爸上大，爸爸呐心情歹，大家拢点点。虽然什么变红啊爆料呢，那说未记继续保持以前即个男女朋友的方式。咱这个七个月啊，系、哎、啊，即、這个婚姻就开始落架。哦，即、這个婚姻就开始变做痛苦，你的婚姻开始变做作点噶？因为本来即、這个太太也是先生。 伊踮厝诶，伊当伊心情诚歹诶时阵，伊足姿态讲等下会等来迄个人，伊是安慰；，鼓励，伊是扶持，吼、哦，伊伊是会甲用一寡肢体诶动作，吼、哦，安尼甲揽一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讲头甲梳梳咧啦，吼、哦，结果即满毋是，即满等来了，因为我心情歹，对方有接受到，结果伊接受了，伊发。 伊伊用一个足奇怪的方式咧甲我回应，所以这个别墅敢若两台火车，嘣，就开始爆炸。哦，所以咱严格讲起来，都、就是因为咱自细汉，咱未晓处理咱的心情，咱未晓处理。咱家己咧生气，咱毋知；，别人咧生气的时阵，咱其实会惊，啊，因会惊，所以咱就，嗯，哦，我就先拍一滴钱安尼。所以其实吼、哦，你要了解啦，吼。如果今日你心情歹，今日你拄着困难， 结果你登去了后，恁公恁某伊安尼冷言冷语，也是拢无反应。是为虾物？是因为伊毋知影要安怎？是因为伊毋知影要安怎面对一个人生气？是因为伊毋知影要安怎样来面对一个人的情绪？因为自细汉伊都毋知影要安怎面对，所以这是咱规个社会一个问题，所以先那婚姻的失败。 婚姻的失败，这是整个社会风气带来的结果。因为如果咱在一个家庭的内面，咱就拢足惊足惊。我们很怕别人生气，有够惊别人生气，去好好惊老师生气，去上班惊主管生气。咱规个生活内面都惊惊惊，一定会出代志吼。咱充满了这种的担心啦吼，无安全感。啊，当然，咱当去厝内的时阵，咱将即个情绪继续带登去咱兜。 所以阿婆两个人本来应该三夫妻，哦，家庭本来是你有委屈啊，啊，你有一寡痛苦，等下厝了后甲你医治，等下厝了后，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，伊是扮演一个角色，伊是要甲你帮助，伊是要甲你拨你的坑，啊，但是因为咱未央处理清楚，所以颠倒规个反效果，所以婚姻就全搬落去啊，啊，所以咱毋们所有的朋友吼。 咱定心来思考哦，你敢是一个会晓处理情绪的人？别人在生气的时阵，你是不是会足紧张？这个问题若无解决，你的婚姻会非常的幸福。有看这个，等下，来后咱继续来讲。欢迎登来老三的节目：，咱的文化，上盖好，每一个人都无情绪。 这都是咱的背景，咱完全无法度接受任何比较负面的情绪。咱上界欢喜，咱四周的人拢是笑嗨嗨，逐工笑嗨嗨，哦，拢无伤心，啊，拢无痛苦，拢无烦啊，拢无压力。咱只有接受即面之意。所以，当有个人伊安尼由头改变，咱就袂当接受啊。咱就感觉讲？你为为什么你袂安尼？ 你为什么要互我无快乐？奇怪，伊有压力，为什么你要无快乐？啊，咱细先都是安尼，好，所以咱个规个精神内面只有接受正面个精神。迄条跟咱亲像，咱只有接受出日头，咱脚腿也落雨天共款。但是安尼讲有可能，无可能嘛？因为这世间本来就是有时阵出日，有时阵呢会落雨，有时阵落沙沙啊雨，但是有时阵会风大天。 所以像这种嘅精神吼，咱做人活伫世间，你一定要学习讲，我会当接受各种嘅情绪。你花，有冬天诶花，春天诶花，迄拢无共款。所以咱一个人诶情绪内底，有时阵是会比较较快乐诶情绪，有时阵会悲伤，有时阵会生气，有时阵会挫折，有时阵会忧愁这太正常咯。但是咱诶文化就是讲，迄拢毋好，迄拢总是毋好诶只有一个情绪著好，那可能。 那有可能？无可能，无可能。所以，咱一定要知影讲，要安怎面对情绪？啊，你讲啊，圣经讲毋是讲，常常喜乐，哎，常常喜乐。圣经讲这句话时，都、就是代表圣经知影讲，你会烦恼的时阵啊。啊，如果是讲，不准烦恼，拢袂使。阿、啊、大家咪变空空，大家咧，大家咧笑嗨嗨，呃呃呃，嗯，阿真系唔正常，真无正常。所以，圣经讲爱喜乐，著是讲。 我知认你的要求，所以当你要求的时阵，你会去处理，将你的要求放落。这不是无接受，这是讲来处理迄种负面的情绪，并不是无要接受负面的情绪。这完全是两回事啦。哦，所以亲爱朋友哈、哦，咱人活在世间，上帝做咱有情绪哦，上帝做咱每一个人拄到代志会有感觉，这正正常。 所以你若足想起你若心情正烦诶时阵，圣经讲你会当烦哦，啊你会当正无爽快。但是呢，迄种情绪毋通伤久，因为对你诶健康无好，啊对别人嘛无好，别人无需要承担你诶情绪诶粪扫。意思著是讲，你心情无好，你家己处理掉，毋通将你诶歹心情哦去影响到别人。啊，咱其他人嘛爱学，伊即马心情歹，我著温存伊诶心情歹。

咱拢一直咧拒绝、拒绝、拒绝，不准、不准、不准。问题明明有啊，伊著是会生气啊，啊生气就会大声。啊。哦，啊咱的背景，大这大声要创啥？你遮大声要创啥？啊,啊，我心情歹，我当然大声啊。所以你看到咱情感成长的背景吼，其实是足痛苦。所以咱即马结婚了，后，是安啊婚姻足歹维持，因为原本婚姻著是一个。 另外一个人带做伙，互伊来帮助你消化你的情绪。婚姻著是分享你的感觉，婚姻著是表达你对即件代志的感觉，你对即件代志的看法，你会当讲出来，你会当表现出来。啊，表现出来了未用吗？啊，你若表现出来互骂，迄著是上班啊，上班你对公司啥物不满，你著毋通讲哦，你讲出来著互骂哦。 对外面的社会，就是你若讲真话，你懂吗？啊，家庭是虾米？家庭就是讲，你若讲真话时，别人会了解讲，哦，你是安尼想哦，哦，原来你是这个感觉哦。所以，家庭你会通放足轻松嘛？婚姻的目的，就是让你真实的感受被人接受嘛。结果呢，因为咱的背景，一个人结婚了后，伊伊确实将伊的情绪、原本家庭迄种模式，佮带到新的家庭。 所以结婚了，后，佫较孤单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你会了解我，哦，我本来就是讲你会帮助我，我本来就是讲我有情绪，你会替我分担。结果不但无，甚至我有情绪的时阵，我都爱去处理你的心情。我有情绪的时阵，我都爱去注意讲我，我会伤害到你无？加倍袂忝，所以即种个忝，怎好一个原本应该是互相分享迄个亲密的关系？ 一种嘅婚姻咧，开始拄着阻碍，所以慢慢慢慢慢慢，你看见讲，阿仔某两个人愈来愈不爱讲话，因为吼，以后我的感觉我唔爱讲啊，我唔爱讲啊，所以吼，足些人活伫囝仔内面，阮先生，阮先生要倒来啊，吼伊倒来若看到我咧，一定会生气。即种婚姻就是种感觉，你知无？都、就是感觉啊，因为本来我咧生气，阮先生会当知，即嘛变成讲，我毋敢，互阮先生知。 迄个亲密关系本来是足真挚诶情愫，但是最、這個、到最后呢？即个亲密关系到最后已经变作讲，是充满了惊。迄、那个到最后迄种亲密嘅关系，是互两个人之间毋敢讲真话，会会怎样互互一个人变做将家己怎样封起来，你知敢将家己关起来，吼将家己诶情愫放咧冰箱内底，毋敢甲人分享，也毋敢表达。所以即种情形，当然对亲密关系对阿某来讲。 迄著变做是一种伤害啊！所以咱哦，一定爱知影讲，要安怎样来处理咱的情书。婚姻著是一个，互你真实的情书表达的一个所在。婚姻著是互一个人，会当真正做伊家己，毋免伫别人个面头前爱个假。婚姻著是你毋免互别人个欢喜，好唔免讨好别人，这才是真正嘅婚姻。但是真可惜。 即卖足者婚姻，因已经无即个功能啊！即卖足者婚姻到最后，即、這个先生太太之间，因两个人的感情呢，变做讲我真实的感受，我连伫你的面头前，我嘛无想要讲啊！啊，就,就冷淡、结冰，即嘛结冰了，无感觉啊！啊，我无时间讲，我即卖对伊拢已经无感觉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以前谈恋爱的时阵，伊最爱听我讲；以前谈恋爱的时阵，伊拢会听我讲。即嘛，哎。 好啊，讲煞白，好啊，好啊，即马变出足冷淡，啊，即马敢若足下解嫌，即马足讨厌我，所以当然两个人的距离度愈来愈远啊，两个两个人心之间愈来愈远，愈来愈远。所以婚姻想到哪会破裂？因为对方的感受你感觉袂到，因为你的感受你也无想要甲对方讲，这就是婚姻破裂的开始，会行到即个地步。 其实是因为咱毋知影要安怎面对咱的心情，是因为咱无了解咱家己，是因为咱规个成长的背景中间，咱拢只有会当接受好的，无法度接受无好的，这是足大足大一个问题。所以，毋茫所有的朋友吼，啊，你过一摆定心来思考啦，吼，你做人的先生，做人的太太吼，你敢有温存有情绪？啊，咱做父母物，你敢有温存？你嘅囡仔当初一旦有情绪？ 就讲伊生气诶时阵，你会当莫受伊影响。你就家家地讲，啊，伊咧生气啊，迄是伊诶代志，无要紧。伊咧生气，啊，伊咧生气吼，咱家己关心讲你是安怎？吼、哦。啊，有人毋是讲伊咧生气，伊诶代志我电视我正看。啊，你欲去你房间去啊，你莫当遮搞乱吼。啊，你讲即种话就是人本来是社怕火的呢、哦。啊，你种啊，汽油倒落，当然愈大拍嘛。吼。伊有伊诶情绪，但是你也感受着伊，啊，你也会样去帮助伊、关怀伊。 婚姻那无互相关怀、相互感觉，这种婚姻绝对是啊，后一集继续收看，然三嘅面目。播。六块十两倍，十两倍，六块 我你讲过，我今仔日心情不好，你莫甲我讲话哦。嗯、我搁跟你讲过，我最近心情非常非常的歹，嗯嗯嗯、你莫搞乌白哭哭笑哦。嗯、我只嘛搁讲一遍，我心情非常的歹歹歹，唔通乌白动。 你若学袂动，我磁场的短震动，心情会更加歹 <noise>、喔。你嘛要安尼哦，逐工也要看报纸，人伫心情歹，你也袂晓讲讲一句话。做人唔通安尼啦，迄看人心情若无好。 大家厝边隔壁，阿妈妈可是好朋友，怎么变安内介绍？这个恼一种啦，哦，愈想愈气。好你即马讲话，这是什么口气？你甲我讲话你即马讲话，这是什么口气？莫名其妙，怪不起哎呦，你也无想看吗 你是阿妹呢？你哪个对我讲话执行的？嗯。啊、做人难的呀，一个人换。哦、啊。我冇想要话，我一世人冇冇听过你讲话，对我是一贯口气。老阿姨呀，我拜托你好唔？啊，只要是人，拢会有情绪啦，哦。欸 你家己心情歹，你就莫来惹人。想你拄遮安尼哦，连狗都惊你啦，哈！莫讲是我哦，吼。哎呦，你讲话安尼正呢，也无天良着。讲甲我，敢那足歹斗阵的。其实观众朋友啊，你嘛拢知影，嗯、对无？我以前环球小姐第二名的时阵，羡那人水。 我是身材更好人，人讲我连生气的时阵嘛越来越可爱哟。哎，真正不赖呢，迄真正诶脾气伫变吼，敢、喔、若天气同款。拄则风太就嘛加出钱啊，好、喔，我心情看着敢若足好安尼、欸。不、啊啊、怪正天的，嗯、啊你着讲话吼、喔。 好听，我我听了，足<哇>爽的，足爽快。哎呦，今晚我心情非常的好，来啦。啊，嘿，张良伯啊，行、啊，我今晚心情足好，咱<哇>来射龟。啊，啊，你请我吃饭。安尼好不？为什么伊阿心情好，还变成我心情歹？这种人的功力有够厉害的啦！